我这个菜可香了，这白给他们吃。这个飞行大鸡有一个小胖子，他炒菜老是，人家说他炒的不好吃，想找师傅跟人学一学。你还收徒弟吧？咱是给他学，咱是给他学啊。哎，这个菜炒的挺好。这菜炒的好啊，小胖花花管不着，这算不起的那个人工可能，不得愿意给你打枪。小胖那个人说怎么了？不得愿意给你打枪，我算不起的呀，就给。就算不起的。我还连结合的就给算不起的呀。就是他不想回城是吧？俺前几回俺没给你打过枪哎。哪个是？小胖就是你往在地方你吃饭那个人，不就是那个小胖吗？是那个吧？对啊。是的。我看那算不起的不多，看里边不多和气。看着不大和气。就是他没有你卫生是吧？卫生不卫生咱知不道。他我看就不太和气啊。不太和气。就是你的卫生比他强是吧？卫生的。咱没见他红梅庄还，咱没见他炒的菜红梅庄。那小胖要知道了，回来找你事儿啊。我守着你这儿不？我守着你这儿不？你这是和气的，跟你说话。别上不起的。大爷。那还得惹着他稀的，得惹着他稀。对，不错。好了吧，大爷，行喽，行了，这都炒了十来分钟了，也该行了，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那盛出来吧，大爷，我这个菜可香了，这白给他们吃，哪家做的人好，一点两人，满够一顿，好的，大爷，这个菜多少钱？这个菜多少钱？管他是用5块钱、10块钱，多了不要，5块钱、10块钱，多了不要，多了也不要，大爷，你今天卖了多少钱？卖了130块钱。130来块钱。嗯，就一共卖了130来块钱。130除了那个和撇80瓶。和撇80瓶。这小孩光卖豆腐枪。别光卖豆腐枪。就是。他们说有人说的。他弄这来，你就在这块顶你的妹妹。我顶我红木妹妹，我这豆腐我卖了就算，我红木不能。他顶我红木。对，不影响你生意是吧？我还在这儿多卖几回。还多卖？还多卖？也不多，这不是那个有吃饭的，那熬一碗不多卖吗？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再多卖。我炒好了。你别怕，他都一份铺的多大摞才好呢。对，他这个人买个人的，他想吃谁的吃谁的。对，大爷这个心态相当好，做生意啊，做买卖啊。你问小子，今天那个这就是我说你还没弄上，我给他发了，你干嘛在这还卖包子？你说我都发了。大爷，你快盛吧，这个菜马上就凉了。你别没盛出来，锅菜凉了。你问我发了，我你这儿卖个包子行？对呀、你菜没盛完，菜都凉了，要不然你得给我热一热吧。别说话了，不凉。行吧，大爷，我行。我你这儿卖包子行。你盛菜你盛个5分钟，你这不要命了？是的。大爷这个心态好啊。钱赚多赚好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，无所谓，是吧？买卖还是有人做的吗？对，都在那个。有人就不行，有还得加忘不了。兄弟，这忘不了再加上。什么都能忘，这个忘不了。俺们东坡俺都到过16波，在街里。这香油可没少加的呀。香油可没少加。干不上了吗？这个你这个味精反正是每2个鸡给你买一袋。一天炒不了几个菜，炒菜不怎么样，味精用的挺多。搁下了，放下了。好了吗，大爷？搁哪呢？我自己看。给你多少钱，大爷？给我10块钱。给10块钱也行。多了别给。多了别给。你大爷也不。我什么吃的出有错你就给我说说明白，刚才我们哪块不合适咱该整。你大爷这个心态，你看你都会照相，我都说你脸好吗？我们哪有照相的。我说
你笑一下啊，你这样叫给叫他照啊，就是年的笑啊，咱照都没过，都照着那咱多大年纪了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光为了钱嘛。但为了名誉啊，对，但要不名誉就行。对，我看你也没啥名誉了。哎、首一次见那个大爷炒菜这么有食欲啊，非常的香啊，闻的特别有味儿啊。嗯，来呀，嗯。嗯。盐味吧，稍微咸一点，比味精加水多了。怎么能让这个大爷改定这个多放味精的习惯？兄弟们，帮想想办法啊！你几天没吃饭了？难道大爷做的这么好？你几天没吃饭了？哼，早就没吃饭。嗯，好，好吃。我想你可能连昨天晚上的饭都没吃。那不你尝尝？我不尝。你咋不尝啊？我想多活几年。嗯，这菜不做的很好。我想多活几年。嗯。嗯，好。你知道大爷的长寿秘诀吗？嗯，那就是不吃自己做的菜。哎呦呀，哎，我爱吃。哎，真香。大爷做菜我爱吃。